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现在有一个摄影机啊哈，以每秒呢，不是以这个每隔45秒，每隔45秒的话拍一张，哦，那每隔45秒拍一张的话，哦，比如说一开始是这里嘛，哦，第一张比如说拍这里，那经过45秒以后呢，跑到这里来，哦，这个那个时针跑到这里来。秒针跑到这里来的时候，你再拍一张，所以看起来的话，就第一张在这里，第二张在这里，第三张在这里。那你等一下放的时候，看起来好像是这样转的。哦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是说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是，T1 的话哈，你可以把它看成说呢，就是说换一张的话呢，转几圈哈。放一张的话哈，转这个12分之1圈呐，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45秒的话，这样就几秒嘞？这样就等于15秒了。哦，从这里到这里是15秒，那15秒的话就是60分之15嘛，等于哈1/4圈，哦，应该写成负的1/4圈呐，就是说哈，每一张呢倒转1/4圈呐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，拍摄完以后，你给它放送，给它放送的话哈，它每秒放送呢16张，那每秒放送16张的话，那你看这个秒针的话，它每秒转几圈？一张是等于1/4圈嘛，哦，1/4圈倒转，哦，一张，好，啊，每秒放16张嘛，所以每秒呢倒转这么多圈呢。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4×16，所以是负4哈 RPS。哦，就是每秒哈转了4圈，哦，那倒转。啊，这里他说视觉暂留是1/16秒，哦，1/16秒的话哈，刚好跟他放映的速度一样，哦，就是说哈，他这个。每秒放16张嘛，那也就是说哈，它每间隔几秒放几张呢？间隔1/16秒每放一张，也就是说你看起来的话，好像是，就是不是很连续啊，就这样子跳，这样子跳，哦啊，就是连续跟不连续之间啊，就是说你如果呢放的速度还比它更快一点的话哦，你看起来的话就好像有点连续了。没有用这样跳的，那你因为是刚刚好是等于它的视觉占领，所以你会看到呢，它是这样跳的，这样一直跳，这样跳，哦，每秒的话，每秒转4圈，所以答案是逆时钟每秒转4圈。